第十届台湾小姐选拔泳装比赛伫咧日月潭举办，经过初赛的激烈竞争了后，总共是有14名美女来进入决赛。除了各界专家来担任评审之外，曾经得到中国小姐的立委柯淑华，以及第9届的台湾小姐高曼荣，拢受到邀请来担任评审。最后也由郑婷宜来提下第一名。7月28号将要前往高雄来进行总决赛。第十届台湾小姐选拔活动总共有14位佳丽进入决赛。这次在日月潭来举办泳装的比赛，希望让世界看见日月潭之美。那我们也期待借由这么好、这么棒的一个选美活动，把它带到南投县最好的观光景点，能够带动更多的这个观光，这个发展的这个愿景，让南投县的美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。这次评审除了邀请各界专家以外，曾经得到中国小姐立委柯淑华，也受邀来担任评审长。以前辈身份分享参赛经验，我非常的鼓励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，透过各种不同的选秀活动，可以充分的表现出他们的自信心。我觉得现在的选美活动呢，要跳脱过去以往的那种很传统的想法，说女孩子好像在台上是让人家品头论足的，那这是一种自信跟才艺的表现。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日后自己在社会上一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，那么可以把自己自信的一面展现出来。14位佳丽在舞台上以健康美丽活泼的姿态，还有稳健自信的台风来表达自我。县府观光处长徐志乡长期待透过活动带动南投县的观光旅游。今天呢，非常多的评审哈，也一致认为希望能够选出台风在整个台部，甚至在身材，甚至在谈吐各方面都是一个上上之选。那希望未来能够代表台湾到全世界去争取更好的佳绩。这次我们这个十全十美这个台湾小姐选拔，这次选择在我们溪堤乡的日月潭来进行，也可以希望说借到这次我们这些美人跟我们日月潭的美景，我们溪堤乡的美食跟我们特产行销到我们全台湾，甚至是我们这个全世界。最后选拔出前3名优胜者，由6号的郑婷宜得到泳装比赛第一名，7月28日将在高雄来进行总决赛，优胜者将代表台湾来参加国际比赛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